你对我好，我心里都知道。学学这个，学学那个，忙得不得了。哇，hello hello hello hello， 哇，真的是秒来呀！欢迎无敌皮卡丘，欢迎你。嘿嘿，欢迎欢迎大家！因为今天我们拍声写了，所以就可以给大家直播一会儿。怎么感觉显得我头好大呀？那么多人，人群欢迎想去狗咖当义工。晚上好，晚上好，大家晚上好啊！有没有干饭啊？谢谢谢谢，狗咖当义工的巧克力，那姐姐，对，因为没有事做，你能把迷死？那你这样说的话，我不给你讲好吗？在做饭，哇，你好厉害哦，你居然会做饭哎！欢迎一二三一，欢迎刚下来的小可爱们。对，今天抖音吗？抖音，那一定是我开的美颜太大了。明天要公演了，已经迫不及待要演三角函数了，看看。谢谢你呀，谢谢你呀，谢谢九九。晚风中穿过几帧从前啊，我也会做饭，春菜、湘菜、粤菜，哇，超棒啊，大家超棒。那家少，对呀、啊，我20号就。我跟你说，要不是菲菲她20号拉票，我肯定会在的。但是呢，她当时我们说的是，他们说18号拉票，我说那正好，我说那我20号正好去看病，也不是看病，检查身体。然后结果公司就改成20号了。你想看，看着像高中生，真的吗？嘿嘿，开心开心开心。下午好，娜姐，你今天好花。我今天看那个，就是我们公演的弹幕，笑死我了。说我现在已经被插话了，就是在插队当久了就变花了。欢迎星河，我从16岁学习炒菜，学了10年，大厨哎，真的大厨。本来可以，哎呀，就我觉得本来就是之前说的是18号，然后后来就改成20号了。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我最近好喜欢这首歌。你不见了吗？远光中走来，你已深情了。是吗？这就是养成系的快乐吗？然后还有人让我出庄教的。我曾经以为你会是插西小中几个一其中之一的，我其实还是喜欢当一的，我跟你们说，我还是喜欢当一的，就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我觉得哈，我觉得我要是怎么样的话，我肯定是一，绝对不是零。却有那么多人，你是一，那飞哥，他跟一，但凡沾点边儿也行啊，他都不沾边儿，他指定就是零啊。欢迎桌子布啊，厨师要学。欢迎啦啦啦啦啦！谢谢小马玩意的吃粽子，
谢谢小宝妈的吃粽子，端午节快乐，大家，明天要端午节啦。厨师要学全菜品，学好久哦。那你爸爸就是厨师啊，哇，好厉害哦。非那战那必须的。你这刘海开玩笑吗？不是开玩笑的，我这是剪的，我很认真的剪的，好吗？不觉得就是对于我整个人的气质都不一样了吗？我整个人都就是不一样的。都不一样了。今天我哥全家请吃饭，看一脸溜。明天也可能会直播，因为明天公演。晒一下头像，我要出坑干什么？出坑，给我回来，拉回来。今天洗头，洗了刘海，找了刘海，洗了头剪，找了刘海的，剪刘海啊，要剪的。我学菜以后养家，哇，好厉害呀！八字刘海就是对一个女生的追求，被嘲笑。我跟你们说，就是我一个就是学姐，我目前工资6000到8000以内，哇，可以了，可以了，非常可以，要啥进车，可以了。就是我今天有个学姐，然后就跟我说嘛，她就说，她之前就是谈了一个就是挺好的一个男朋友，然后分手了。然后我们就好久没有就是在聊天，然后他就说，他说你看你现在多好啊，就是每天可以漂漂亮亮的，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说他当时就他因为跟我一个学校的嘛，他说他当时就很后悔没有就是好好就是学些舞啊怎么样，因为他唱歌也很好听嘛。然后我说那可能就是他们感觉到我们好像过得很好的样子，但实际上也没有说很好。就是其实，就是我觉得可能大家都觉得对方过得是最好的，但是实际上，只有自己过得，就是已经好很多。我剪了刘海，但是丢了找不到了。你的是齐刘海，对，我是齐刘海。剪了刘海越养越长，然后被迫下载学生的卑微生活。发现你的头发掉色了。对呀，我的头发掉色了呀，我这是黑色的，但是因为我头发受损太严重了，然后我就现在不想染它。我当时就是连续染了好久。娜姐坚持进去，每个人都认为对啊，就是其实每个人都觉得，就是看到别人的生活都觉得，哎呀，别人过得一定很好啊，或者是别人赚的一定很，但实际上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挺难的。欢迎嗷嗷寄养，有点伤头发，对，但是你回过头才发现其实自己的生活已经挺幸福的了，就是不用说一定要说觉得羡慕别人的生活。但是其实我知道，就是可能不排除有一些人他会在朋友圈什么就会给大家营造一种就是过得很好的样子，其实可能他只是就是把自己过得不好的样子隐藏起来，他没有说但你说朋友圈大家肯定都是说分享的是那种又漂亮啊，然后吃的又好啊，又有钱的生活，谁可能每天都在朋友圈说今天出去要饭赚了5块钱。
我想把头发染成绿的，干嘛呀？染绿的，有的成员染一下头就毁，有些人，对，这其实跟发质有关系，就是，像我之前其实发质挺好的，但是因为我之前就是染的次数太多了，然后我就是没有进团之前，我染过粉色的头发，然后就漂了，然后头发就受伤可严重了。我那天看谢天一的头发就非常非常的柔顺，真的很羡慕。染成绿的，然后变成和杨青青。我还没染过头发，我想染个绿的。其实我觉得你们可以，女孩子的话可以染那种绿，就是灰绿色。我之前也想染灰绿色。老同学聚会说白了就是为了打听大家过得怎么样。哎，对呀，就有的时候其实我可能就不会喜欢参加一些就是那些同学聚会吧，其实我喜欢就是只是跟自己关系比较好的老朋友可以出去玩，但是如果像那种同学聚会的话，其实他联系并不是同学的感情呀，那他联系的就是啥呢？他联系的就是谁过得比谁好啊，啊，比如说你开的什么车，我开的什么车，你一个月工资赚多少，我一个月工资赚多少的那种，就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是所谓的那些，就我觉得对呀，因为其实每个人就是我觉得就是大部分的那些同学聚会其实都是属于大概那样，看谁过得比谁好啊，或者是女生的话可能说什么我背的什么啊，我穿的什么呀，我开的什么车啊之类的。有的同学聚会，对呀，就是为了炫耀，而且就是我可能我还觉得啊，你知道同学聚会还是什么呢，就是还是那种就是把当年没有完成的那些什么那种感情完成了。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有一次就是我路过一家 KTV， 你知道吗，我路过一家 KTV， 然后后来有一个老就是四五十岁的一个男的吧，然后他就说了一句非常下流的话嘛，他说来，还有就是他说那是我很小，那是我高中的时候还是就是应该那个时候，然后他就说来，还有谁的手没有让我摸过，我再摸一摸，就很下流啊。我当时听到我就觉得这个人真太恶心了。对，同学在校没啥信息，对呀，就是只要说跟大家就是玩的比较好的那些老朋友，我觉得可以，人生感，对。而且就是我觉得就是没有什么人真的就是比如说在意你现在你不是很好的你，他们看的可能都是你优秀时候的你，你知道吗？菲菲啊，奶茶到了，你要不要，我这直播你要不要下去取一下，一会儿要么化了。就是反正我觉得反正这就是我可能有的时候看到别人这么久，我就可不爽了，像碰见那种非常下流的人。爸爸好可爱，谢谢，你也可爱。等一下，我回个微信。
飞哥，为了不去外面跟，楼上已经夸过很多小偶像可爱，果然，哼，果然，果然果然，看，果然。我看看谁在线。哦，青青在线。我要不要找青青连个麦呀？我教青青跳舞吧。我感觉那个二狗子是机器人。你们都觉得没有真人夸我吗？好气哦，好生气啊。哼，我要不要找青青连个麦？大家说，想到了娜姐之前的女装大佬。你说哪一场是特殊公演吗？连。我看看他在干什么。你在干嘛？亲，哦，这是我的亲吗？对呀，是你的亲。你在干嘛？怎么穿的这么辣妹？我是今天是吗？今天是一个辣妹。亲亲夸我，好开心。没有，我就是无聊，我看看谁直播，然后看看原来哦，你跟小树的直播呢？对呀。然后我准备教你一段舞蹈。教我舞蹈？好呀，你教我什么舞蹈？手指舞？不是手指舞，因为无聊。就是你可以把手机放在那里，我教你。来吧，我们一起学起来吧。好，准备好了吗？哎，等一下。青青是那种不刷抖音的人。好，对，我不刷抖音。哎，谁说的？我刷。我这，你对我？对我。好。好。我心里斗志，我心里斗志，刀，我学这个，我学这个，不是你的身体要扭起来，我学这个，学这个，对，学那个，学那个，哎，为什么我都是往下的？你是先往上还是先往下？不是，是你的身体，你的手先这样摇，再下来，再摇，再下来。我学这个，哎，对呀，那你看就在下面，你刚才怎么在上面？就是你要这样呀，一，二，三，四，哎，对，对呀。晚上好，我要再教青青舞蹈，然后就是花手，心里都知，心里都知，刀，好，我们连起来，好吧？你对我。好，我心里都知道，我学这个，学那个，忙的不知道，忙的不知道啊，不对，学这个学那个，是什么玩意儿来着？下一个，我学这个学那个，忙的不得了，对，啊，忙的不得了，好，我们一起来一遍，好，三二一，走，你。对我好，我心里都知道。我学这个，学那个，忙得不得了。耶！什么东西啊？因为知道青青不刷抖音，我刷抖音也没有刷到过这样的。啊，你刷的不是抖音吧？是快手吧？不是，是抖音啦。好，我们再来一遍哈，我一会儿要教小树去了。啊，真的吗？小树肯定会拒绝的，我跟你讲。不是，我们俩打赌好不好？那我岂不是很没有面子？我们俩打赌，你看他会不会学，好不好？可以给你组个 CP， 组什么 CP？ 什么东西？来，我们开始了啊！三二一，走！你对我好，我你错了。错了！严老师失误，严老师失误。三三
二一走，你对我好，我心里都知道。我学学这个，学学那个，忙得不得了。好耶！我觉得今天的非常棒。谢谢教学，谢谢辣妹的教学。再见，吴青青，青青夸我了，好开心啊！再见，青青，拜拜拜拜拜拜。可以煮个清盐健康，欢迎梦想蛋糕师，欢迎欢迎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我去找小树连麦吧，我去找小树连麦，屋里开空没有开，因为费电。小树呢？小树不理我。欢迎 BDYC， 感觉北方。比南方温度高啊！他没有理我。啊！天哪，天哪，天哪！怎么说？小树，哇，你好火辣！哎呀，你们每个人见我都这么说。凉了，好像一颗柠檬。啊，那主要他这衣服挺显黑的，该说不说？小树，我就是过来就是教你跳舞。什么什么？教你跳舞，你教我跳舞，对，教你一个舞蹈。什么？小树说不，我要教你。什么什么？教你一个舞蹈。你教我什么舞蹈？你先表演一下，展现一下这个舞蹈的魅力，我再来选择要不要学习。别吧别吧，咱们一起学习起来好吧？行行，来，好，小你，我感觉你要圈我。没有没有没有，你对我。这是舞蹈，这不是手指动作吗？啊，我在跟小树连麦，我在跟小树跳舞。你小小树是手指暗号，不是你对我好，啊，我心里都知道。什么东西啊？快点的，快点的，都学到这儿，心里都知道。就因为不是才学的，哎，心里都知道，你都知道。然后下一个就是我学学最高，什么什么什么最高？我学学这个，我学学这个，你口音挺带感的。对，然后我学学那个，我学学那个，懵得不得，你这什么东西啊？你先学吗？学吗？学吗？小树，忙忙，你得给我一点啥呀 ？BGM 吗？我总不能白学吧？那我给你点福利呀、啊！你要不来我们宿舍呀？什么东西、啊？来嘛来嘛，嗯，我来给你一起干活，我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当手腕。这是小树，小树，青青说小树不会学的。我心里不愿意，但我手上这样做了。对，马上了，马上就结束了。忙得不对，学这个，学那个，我学学这个，学学那个，学学这个，学学那个，然后忙得不得，忙花手，知道吧？忙得不得了，忙得不得了。然后连起来就是，青青都学会了呢。怎么你青青是我这课代表的行为，知道吧？学习非常好，你对我好，我对好，我心里都知道。对，然后我学学这个，这个、学学那个，学学那个，两个。对，这个精髓呢是你的头要动起来，学学这个，学学那个。哇，忙得不得了。好，好，我们忙对三角函数忙得不得了。对，然后我们最后检验一下成果。还没结束啊，你这 uncle 呢？好，就是在最后一遍。好，我的小树就是跳舞非常棒，就是需要我的上半身舞蹈。对，来，你对我好。我心里都知道，
我学学这个，我学学那个，那个忙得不得了。哎嘿，我会了，耶耶！对，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我跟你连麦就只是觉得我已经教过七青了，然后如果没有教你的话，你要把这个教给我们队所有人吗？对呀、啊，就是怕大家无聊。那你最好心里有个排位，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谁是第三。我不要第一，但我要成为前三，就是要跳的好吗？那非你当然了，要不然我白学了。那非你莫属了，就是你这个可以有偏好，你知道吗？就不一定我真的跳到了前三，但是你给我放到了前三，明白吧？放在你们的面子。好。好，拜拜拜拜拜拜八八六，半小时后见了，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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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我刚才太生气了，娜姐。咋了？我在楼下，我不是看那个直播，他不是抢货放库存嘛？嗯。去连群主。好。我们直播就秒杀，就放库存。嗯。他可倒好哈。他就放一单两单，就是所有人都抢不到的那种，太生气了。嗯、然后我看弹幕都在骂他，我觉得骂太好，但是我没骂，因为我现在是大号。带带，我要连富贝儿。哎，娜姐。Hello， 你咋这个点直播呀？哇，你声音感觉好小哎。哎，听不见吗？你咋这个点直播呀？你咋这个点直播呀？我拍完惊喜了呀。哦，对对，我也是，我也是，就是闲来无聊，我就刚刚教他们教小叔跟青青跳舞了。嗯，所以我决定要想教教你这个动作，但我觉得你应该会。你教吧，来吧。你对我，对我，好，我心里的知道。我心里都知道，我学学这个，我学学这个，学学那个，学学那个，忙得不得，忙得不得，撩撩，学会了吗？学会了，学会了，是不是啊？但是就这个吧，他一定是要头动，学学这个，学学那个，落枕了，娜姐，落枕了，嗯。你真落枕了，假的，啊对呀、啊，那我们要好好学习了。我现在落枕了，我相信就是来，我现在脖子好痛、啊。对你学完你就康复了，菲菲说你学完你就康复了。好吧，来，预备，走，你对我 好，我心里都知道，都知道，对我学学这个，我学学这个。学学那个，学学那个，忙得不得，忙得不得了，聊聊对，然后我们加快一遍，语速来一遍，啊、对我会觉得你非常的就是有天赋，好吧，老懂人了，对，对，你看就是群主的满脸都写的非常开心啊，好开心啊，是不是？啊哈，开心哇，好漂亮的舞、啊，来吧，我们最后一遍，三二一，走。你对我 好，我心里都知道，头动起来，我学学这个，学学这个，学学那个，学学这个，忙得不得了，了，太聪明了，耶耶耶耶耶，太棒太棒，谢谢我的严老师啊，今天教的我，不敢当不敢当，今天到排练室啊，这个舞我给你跳十遍啊。是不是就非常的？他们说我好像搞传销的。今天我就等着下一个直播的人被你那个啥。好，那我们一会儿排练见啦。好，拜拜，严老师，拜拜，拜拜。聊点正经的吧，下次啊。我们应该，他们说半个小时，应该七点。跳十遍，记得录视频。我很正经的呀。我这么正经的人，那也将军们，争取教会全团。
我等 Coco 一在的时候，我叫 Coco 一。嗯，谢谢好鸭的吃粽子。嗯，谢谢好鸭的吃粽子。今天真漂亮，谢谢 BB 万岁的福袋。没有啊，那就喜欢吃甜粽还是咸粽？我喜欢吃，我只能吃素粽子，吃不了肉粽子。因为那个肉粽子还有油，让我特别理解不了，就是那个油。对对对对对。我下班不能看你直播，拜拜。那你要经常来哦，海洋。肉粽子味，对，就是我觉得那个怪怪的，就是我觉得有油，就是就跟那个炒饭不差不多吗？昨天跟室友学包粽子，我室友还，哇，还会包粽子呀！我的天啊，这太厉害了吧！说起来，昨天公演还没补啊，我昨天公演可紧张，我昨天跳自然自述可紧张了。就看一下娜姐的漂亮照片，嘿嘿嘿。昨天他们都说，就是让我出装，就是出教程。新表情包，哎，我跟你说，我的表情非常丰富啊，为什么？就是我表情丰富就经常讲作文，大家不要学我好吗？好甜好甜，嘿嘿，有养成系的快乐吗？我昨天剪刘海的时候就很就是紧张，你们知道吗？因为我刚出道的时候就是那种刘海，我说不是故意的，就是我刚出道的时候，我刚出道的时候扎了一个马尾，前面有个齐刘海，然后就会被别人骂惨了。我懒得不想发微博，你刚出道不一样的，对。没事。哎呀，睫毛啊！啥睫毛啊？妈呀！你差点，我以为你踩我脸上那个睫毛。出道那天刷完那个，我什么刷完？我单马尾，你这假粉丝儿真的是，真的转眼间。啊，真的吗？我出道就还这么就挺久了都，我觉得。对呀、啊。对，那个公式照是说马尾。我们是为现装再去。嗯，我一会儿准备先把美眼镜卸了。去世。别要看了，不要看我刚出道。我跟你们说，我刚出道，我好像个傻子一样，找不着自己位置，不知道该站哪，而全身就跟那个好像就是脑瓜不清楚的样子。我觉得出道的公式照拍的挺好看的。啊，真的，他们还说我照片，然后他们看完我出道都说啊，这样都能出道了，那我也出道去了。双马尾的直播图一下再认领啊，我觉得我可嘚儿了啊。菲菲，你这个衣服穿起来好漂亮。我发现有些时候真的不是
就跟价格没有关系。对，我不想说价格的事儿，我没打算说出来是15块钱卖的。你在主动给我提价格，你会发现就是，你知道吗？你发没发现一个事儿？你的短袖是个普通的短袖，我的短袖是普通短袖，但是只要是我穿上之后就变成这样。对啊，就是一眼我感受到，哎呀，变成这样。但是它只是个普通短袖，别人穿就很正常，只要我穿就变成这样。我如果这样，我如果这样把摄像头扭过去，你就火了。哇，菲菲好顶啊！我跟你说。但是这不是我们的错呀，你知道吗？对。你懂我说的吧？就烦恼，就是烦恼。真是。除了有点嗨。哎呦，我 MC 那个时候。哎呀，没有怎么办，大姐？人家都可。小可爱了，为什么到我们就变成这样了？到咱这就好像传播，对，就好像就会被封。哎呀，烦死了，真的是。看，这是飞哥的烦恼。没有这个烦恼吗？你自己烦恼比我更多。飞飞的烦恼，那点 MC， 那你们现在怎么能讨论起我刚出道的 MC 呢？我真的很紧张哎。我跟你们说，就是我之前不知道。对啊，我旁边是飞飞呀。我当时，我跟你们说，我当时都不知道就是滑跪是什么意思，我以为是跪着滑出去叫滑跪，跪着滑出去叫滑跪，结果是那个意思啊，就是不是正经的意思，但是不是那个动作，我以为是跪着，我以为是个跪着滑出去啊。然后我就哎呦不会了呢，欢迎补档191002娜姐在飞哥直播间，别我可太紧张了，别可别，飞哥可会了，那他必须会啊，他每天都没事儿。Hello。现在是二年过得好快，就以前读书的时候他们说什么，赖姐那天没穿裤子，你们怎么能就这些就奇奇怪怪的东西呀、啊、哎呀好烦。谢谢新鬼的绿豆糕，欢迎等等啊。多岁，对，你们记得总是那些奇奇怪怪的都，哎，但是我就是我跟你们说，就是如果大家想变漂亮的话，谢屁屁的圆棒，就是如果大家想变漂亮的话就可以来团里面，我是真的感觉来团儿，不是来团儿，是来团，来团，大家就会变漂亮。那你还老搞头发，我可以教大家，我可以教大家化妆，就是我就是一直在摸索，就是怎么化妆。谢谢新鬼的冤棒，谢谢你。也罢，真的吗？你们要是想听歌的话，我可以给你们唱歌。下半年招募嘛，来呀，当小后卫嘛，但是劝人入团不好。因为一个人爱上人，哇，天哪！对，打没打没？给你们唱歌吧。好吗？
我的板妹，我还欠一个大哥的歌。哎呦，和你的交易。卡痰，我没有卡痰，我没有卡痰，没有。但是我跟你们说，我昨天专门研究了那个夹子音，夹子音是怎么出来的。你们按我的方法，大家都有夹子音。就是，哎，就是你们按我的方法，就大家都可以有夹子音。喂喂，嗯，你们能听到伴奏吗？干什么啊？夹子音多可爱呀，哥哥！听不到伴奏啊？啊，怎么回事？有伴奏的存在吗？等一下，让我搞哈。有吗？现在有吗？还是没有伴奏吗？完了，坏了，坏了。等一下，我调一下。你给我们唱歌，你看知道了不会揍你吗？会的，会的，会的。然后，要不我们给你唱歌，其实也行，就是，哎呦，就属实是没有体会到，哎，我体会到，我握手会的时候体会，我握手会的时候有粉丝给我唱歌。哎，现在呢？哎，应该是我卡，因为我们宿舍的网不好。还是没有音乐吗？完了，唱不了歌。有没有那个就是伴奏啊？还是没有吗？刚刚有是吗？发现你有刘海在公演上脸小了一倍，那我之前是应该是就是挺大的吧。娜姐今天发型好看。怎么突然走少女风格？也不是突然走，就是比较意外的那种。剧场那个摄像头，谁拍谁的大姐。哎，那我现在还没有音乐吗？哎呀，好烦啊！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还没有啊，哎呦，完了，坏了，又坏了一个，又坏了一个麦克风。啊！我不高兴了，我不高兴了，这个麦克风，新买的这个又坏了嘛，它可能就是跟我没有缘。再见，不用它了，外放了。就是我这边可以听到伴奏，但是你们那边就听不到，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我现在公放的，刚刚我拿那个声卡试了一下，就没弄。我最近就很喜欢莫文蔚的那首歌，新歌。忘忧国，哪怕无人知我。怎么了？不是我要的那个。菲菲的烦恼，他每天都问我。就是那种。就是那个呀，就是名的那种，清楚。不是啊，你长的类型属于那种。多少女啊？你看，今天多少女不可以。嗯，对啊，少女。你这是照片的。是职业，你知道吗？是职业摇，他求职摇。气死我了！气死我了！你们就是这个 CP 脑子的贼。哎呀，生气了。他总想，菲菲总想拍出那种就是那种感觉的照片，但他每次拍出来就是那种感觉的照片。对呀，你看人家前辈拍的，哎。你们都吃完饭了吗？好吧，没有人理我。嗯，看看谁在直播。那个春天，那我必须是瓜呀。我昨天晚上跟吴伯涵连麦，然后说我俩要是跳夜蝶，我要是跟吴伯涵跳夜蝶的话，嗯，那我。叔叔，你要对我的儿子。我要是跟吴伯涵跳夜蝶的话，那我肯定就，那我肯定就是跳姐姐，他跳弟弟。嗯、你们每次都觉得我就很就是不正经，我每次一正经，大家都说不习惯，好烦啊。小五说：“严叔，你看，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叫我严叔叔，我就很奇怪，为什么？我天，在叫呀！”因为他是我儿子嘛，然后他就问我，说我爸是谁？说问我爸是谁？啊，那这隔壁这个内涵内容好，隔壁是隔壁老王八那种的，隔壁老严，好奇怪哦，真的是。好奇怪哦，好奇怪哦。
你们要没有人？隔壁老王是天草吗？隔壁老王，嗯，对啊。那就皮皮忘记回我。嗯，你俩也好甜呀。当的波涛也从不在梦里飘摇，白月光在照耀，你在想我俩不太奇奇怪怪。明月中你独自一人远眺，白月光是年少，是他的笑。你们说老实话，有没有你们心中的白月光跟朱砂子？我们25号去青岛，然后27号回来。我现在不知道咋回事，好傻。你听没听说过有句话叫饭随偶像？我觉得你应该是随了菲菲吧，不是随我啊，我跟你说。昏黄的灯光。不是你们好奇怪哦。我最近感觉都给大家唱歌唱少了，反正就是今年我肯定得坐着回大巴，不是坐着大巴回，不是啥么鬼，我说的我不跟你说。谁不是坐着大巴回来？孙瑞前辈都是坐大巴回来。所有人都是坐，明明都是坐同一个大巴的，我们公司没有那么多钱。我们就飞两，就是走两辆车，都是你一个的吧。对。才请了21号假，告诉我哟。哎呦，就很难受。应该给打个电话问问，哎，你们几号工呀？大姐说的话，我可是这个，哎呀，就很可惜，因为我之前以为菲菲18号拉票，她拉票我肯定会在啊，结果改时间了。就是一听说18号拉票必须得跟然后我就移到20号了，真的。明天端午节怎么过？明天端午节公演过，剧场过。你说你拉票的吗？好呀。你要跳？你跳哪个舞？哎呀，对不？哦哦。你非要在我这个绿色直播间说一下，我没有，我可说的是很正经的。就那儿，哎，我给叶总发消息说。我准备好了，我可以拉票了。叶总都没有理我。我没准备好。哎，你卡着玩。没说啊，叶总都没跟我说，我才出来。哎，奈奈准备什么节目？那我要是跟你说我什么节目，那不就暴露了？啊，我身上最近就起这种红点点，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见，就可能那个磨皮磨没了，就是。像这种红点，莫不是我有什么过敏啥的，还有点痒。
我准备什么节目啊？我准备的节目肯定不告诉你。欢迎安南。明天一大家子过节，我就是我已经很久就是没有在家过这种就是各个节了。怎么说呢？那肯定不告诉你。哎，最近变花了，也可能是在插队待久了吧，就变花了。招生。啊，欠班。对啊，欠班。对，我是瓜，我的性格非常瓜的，我跟你们说，你等着，下次那个特殊公演，我跟飞哥跳夜蝶。啥？哪个特殊了？你拉票了？不，下次再有什么特殊公演，就得你拉票霍霍了。哪来特殊公演？嗯。说霍霍你拉票。来，真的正经的，来吧，咱们夜蝶走起来呀。就对呀，就霍霍你拉票。谁是傻瓜还让我跳谁是傻瓜，我就是傻瓜也是瓜，虽然说是这么说的吧，但是也不能每天都当傻瓜，对不对？每天都当傻瓜好傻耶，瓜瓜瓜。对，我要跟你说，我俩跳夜蝶，蝶死你们，夜死你们。欢迎你又买小布丁。我觉得我们可以搞一个三角恋的关系。也挺对。妈妈知道一定办婚礼。那你记得随份子啊，我跟你说。小鹿在外面养家糊口，然后咱俩跳夜店。不行，我要控制表情。我又想弄那个东北小偶像，这直播间说我叫小五，然后想你们好过分哦。小五说我还是个孩子。小五昨天给我看了他的甩就水袖，老厉害了，我还一件试了一件试件衣服，我说你衣服的袖这么长。小五要演应该吧，不知道。我这次都没有那种传统曲艺。咋的？你以前给土那个学那个喷火吗？这我忘我以前咱俩刚在一块儿的时候我整这整那。咱俩刚在一块儿啥呀你？哎呀妈，你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论好吗？你这好奇怪哦，飞言。欢迎王振雅。人家那个小清新、小清纯那个味儿。嗯。你们别听岔不列，七七刚刚嘴瓢了，真的，他没有说完，他说一半吓死了。我下次特殊公演给你们表演喷火，喷火抖空竹。我们7:30排练，铁子们。
榜一，头像属于你。哎呀，我明天还跳自言自说啊。没有人理我，没有人理我，我要下播了，再见，天哪！啊，你们好过分！可是我们上次换衣服了，我还没有穿过自言自说的衣服。我觉得我们遗忘的国度衣服最好看的就是自言自说的衣服。啊，对，我也准备去的。再见，铁子们，我要跟菲菲去洗衣服去了。啊，不用，我们七点半才那个。啊，那我们。好。万一受伤害的是我呢？你们总觉得我就是调戏小孩儿，你们怎么都不给我点微博赞呢？快去给我点赞去，快去呀、啊、小铁子。我肯定不会是推倒的。那你都接受不到不了娜子的美照了。我跟你说，屁屁的，对，扎七的那个，我怀疑你有什么黑科技，你知道吗？分不了的茫茫漠，我吃不到了的方便面。哇，真的是，给你鼓个掌，太棒了！你们有没有学会我的那个舞蹈啊？啊，你们有没有学会呀？这儿是什么？好了，铁子们，我要下播了，再见。本来想给你们唱歌的，没想到麦克风坏了。拜拜拜拜，再见，小可爱们。哦，谢谢大老虎的福袋，就这样。拜拜。